噔噔噔噔。载入载入。哎，我之前是玩到哪里啊？看一下，现在这个时空画面，我看一下会被挡到。哎，挡到了，我改一下。放在这里好了。哦，顺便把我的视讯边框叫出来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吧。但还是挡到白痴。等一下，哦，就这样子吧。然后那个斗内就不管他了，就不管他。我拜查小姨啊，原本是要来跑在那个四窗底下，不过没关系，算了。好，开始吧，我看一下，他好像说有标记地图上有个点，这样这个点，对，就在前方。哦，这里那里很亮很亮，非常的亮。嘿，白痴。哦，有，好像是下一个传点的感觉。哦，这道光是带领你前往下一块土地的光之门。你在过体验所得到能力和学习到的知识，在接下来要前往新地恐怕将不再管用。嗯，工具人，要是你坚决扫除这世界的黑暗，就勇敢跨向那炫光中吧。一切均从精灵的指引。好，跨越。是。叮。你要走了，我早有这样的预感。你真的不能留下来为麦尔基德带来更进一步的发展吗？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嘞！啊，好，拜拜。哼，忘了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霹雳有给我一件东西，无论如何都要交给你。即使其他东西都失去了，唯有这个无论要带着。怎样？他的内裤吗？一定是他内裤，我知道，一定是霹雳的内裤。霹雳的内裤。嗯，我知道。在20天内以内通关，好像失败哈。哇！哦，干！所以我一个都没完成啊。fuck！ 一个都没完成，白痴！不管他了。安安来得太晚了，还好啦。那个刚玩完那个偶像大师而已，《利姆尔达篇》啊，终于解锁了。不为人知的岛，
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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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最底下那个应该是自由模式吧。那很看嘞，那也不是我愿意的，好不好？旧病侵蚀了大地。哎呦，看有毛毛虫哎！哎，爬起来了。接下来拯救地方，成就前这块土地曾有四周充满充沛水源的美丽城镇。目前则受到恐怖的毒素侵蚀，仅有的少数民众也畏惧着可怕病痛啊！来，让我们先将这个交给你。哇，又是旗帜啊！干！好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扣一滴。哎哎，全部的血量都没了，干！太雷了吧！为什么全部血量都没了？干，我好不容易，我以为说那个血量可以累积在一起，然后每关都可以直接用哎。干，一切遵从精灵的指引，跟一切都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，不是一样东西吗？哎呦，修女，修女看起来不错哦。看一下，观察一下，看不看得到内裤呢？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到啊。所有游戏都要看一下，这工程师的那个。哎，干是空的，干是空的，它里面是空的。哎，这个就不是神作了。照理来说，应该要纸娃娃系统这边应该看得到内裤，但是他看不到。那这就不是神作了，这只是一个外壳啊，只有外壳，但是却没有内心的一个 NPC。推下去，实在令人感动。这地方竟然有病患，共杀小。神的指引也不错，我叫艾尔，艾尔之光。嘿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的脚怎么了？跌伤了，又是疗伤药膏 ，fuck。好，好，好，还不简单？哦，他全部都忘记了。哎、欸，他想起来了，有材料还记得啦，但是就这样子啊，这个地区的可能不像上一个地区那么好采集。他是说什么东边是不是？东边在这里，那个吧，是粉红色呢。该为什么是首次获得啊？我明明就在上一个地图获得过了，为什么从首次获得？没道理啊！我是不是应该在上一个地图把……装备全部回收？干！我怎么有种全部被掏空的感觉啊？所以白色花瓣在哪里啊？还是要打怪物啊？应该是打怪物吧。这只瓜牛感觉就是喷东西感觉。
粘稠一体。哎，大哥，我怎么没看到白色花瓣啊？现在起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，对啊，这一集我还没看呢。这一话的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不好不好看，好像没有传出一个特别什么什么神回啊什么这种东西，好像没有。反倒是这礼拜的羁绊者，评价算蛮两极的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看的。在这里啊 ，Coco 大。多踩一些回去。这里的话应该有药草啊，药到病除，弓箭手，卖照。看着拉姆被丢出去也很有喜感，所以拉姆又被丢出去了。所以那个丢你雷姆跟丢你老母啊，那个也是一样，真的是有这东西哦。这里花好多哦，赞赞赞赞赞赞！这好像牧云牧场的，然后从头开始要采一些那种野草啊。什么的，然后赚钱的。干，不要偷射我，我警告你。好，差不多这样子吧。前期应该十个补品应该够用了。再来要回去的话是从这里下去嘛。干，这一下就会不会死啊？看一下，哎呦呀！哎，我觉得走过去就会死了，会不会死？看一下，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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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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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死不会死。好的。丢你老母啊！丢你雷姆啊！看一下，看，全部制作，哇，丢到地上了，干！等一下，这个先把它吃掉了，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给你给你给你，真是善良的工具人啊！乖宝宝不应该说最好是的。桑多克西，感谢你的追随呀，桑多克西。好的，出数值十个。收容病患的病房，所以要盖一个病房给他。艾尔的设计图。我看捡不起来耶，干什么？丢你老母啊！你在传什么 FB 啊？丢你老母啊！干，他的医院也他妈太大了吧！干，你要的医院也太大了吧！我先盖个仓库吧，等一下。先盖一个大仓库，需要木材、毛皮、罐子，干我都没有啊！有有有，要先采啦，木材要先有那个大颗的锤子，大木锤。我先有大木锤嘛，我先拆一下这个。啊，没有大颗的了，好像没有比较大的树欸。干，我先盖房间一下，等一下。麻烦。
这样的话我没有草席可以盖啊。我好像没有可以盖草门的药材啊。对啊，丢你老母啊！我知道啊，我那边就有一个认识的啊。重点是我好像没办法盖门啊。哎，稻草门有哎、欸。哦，要扎死的草跟粗树枝，所以哦，不同区域不同的做法也不一样哦。啊，了解了解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盖门盖门。看我工具箱不够啊，先盖工具箱好了。先找一个地方照一下，他的医院就盖在这里好了。这里当门口，然后这里当一个医院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然后我看一下他有什么。土、水盆、怀火、插花、木质、木质啊，干你老师最多呢。问题最多呢？柴火放在这里是不是？好，先塞在这里。干，半夜有怪物过来啊，我会死掉啊！加油，小女，无法攻击。我先把门盖起来啊。周凯，这里把它用一个放着好，然后把围起来。周凯，哎，走开，走开。这样子，然后降降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看一下哈、哦，我需要更多的土啊！等一下，更多的土，好暗哦。我不要，我盖房子，我不要跟中空的修女睡啊！看，那只是一个布偶啊，我才不承认那是修女嘞！修女就是要内裤要黑丝啊！开！那样的修女只是一个邪道，你懂吗？加多。哎，怪物走了，我可以继续工作了。干！为什么怪物跑进来啊？不管他。粘土放进去，好，然后我这个放进来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这个地方要设一个门的话，
这样子好了。等一下，把楼梯拆了可以吧？干，这跟原本有什么两样？等一下，这边当一个门。这么小，好了，盖一个小一点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然后盖一个门。哎、欸，你干嘛一直按按？你不是来过了吗？看，然后再给他一个火。火把、柴火、火把可以吧？好，先这样子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先盖他的医院嘛。需要土、水盆、插花，土跟水盆还有插花，我看看。土水盆插花，先他好像要木质床那样子嘛，先做一个。他几个？两个还是一个？好像要两个还三个哎、欸，两个，两个床，一个木桌，一个水盆，两个稻草门。赶快写作业啊！赶快写作业啊！还不赶快写！木桌一个，水盆，水盆要草绳，草绳好像要蔓藤蔓嘛，我有嘛？草绳，草绳要藤蔓，要三个。干，等一下还有什么？好像要两个稻草门哦，先给他做两个。然后需要水盆的话，就需要藤蔓。但我也不知道藤蔓在哪里，刚才我不知道床是哪里打到的。藤蔓，藤蔓好像也是在东方吧？毕业还能开台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其实不好说。可以的话，应该会继续维持下去吧。哎、欸，就是以后可能 有一份正职之后，开台就变成是一个业余的。哎、欸，可能上班回来还有力气就开一下，没有力气就没办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啊，都是一些不确定因素啊。都要上去，哎、欸、看，啊看，想必想啊，当兵大概就一年不见了，而且我明天要去抽替代役，如果有抽到替代役的话，就看是在哪里上班啊。替代役的话，至少那个时间点，我还可以做评论跟没有。听说替代役是不能回到家里的，所以到了那时候，我正在想说，是不是变成说电脑要带去那边住的地方，然后去那边做事情。就至少当替代役晚上，我还是可以开台，然后也还是可以做我的评论啊，对啊，嗯。什么什么建宏放的说攻杀小一千人追随活动还没办，哪有我说两千人追随才要办活动好不好？两千人追随我好像说要办什么抽奖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抽一个一本书或是一个什么东西吧。哎，我也没有太多能力可以买那种大奖什么之类的。我想
应该比较多学生或是什么的喜欢的大奖，应该都是那个什么显卡960啊、970这种东西的。建宏休假，看选国奖，不知道我听说是一带一路选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的话，你就不能回家啦，就变成说你要在那边啊，你变成说是像当兵一样啦，然后平常的话是就是可以回来，但是讲一到五你要上班的话，要好像是要住在他们那边的，不是说你每天通勤这样子。我小学老师就是被替代一把走的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哦吼吼，可以啦，如果可以选小学，其实也没差，当个什么警卫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啊。还有什么？其实我那时候有想过要不要当老师欸，其实，我其实还蛮喜欢教人的，只是我怕我的一些平常的那个讲话啊，会不小心就爆粗口，然后这个对小孩子教育非常不好，然后如果说变成我又一个很喜欢讲黄色笑话的话，可能会被女生讨厌，这样不是很好，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当老师这条路我觉得还是算的吧。但那时候想过很多东西啊，但人都有梦想啊，对，是不是住营区对不对？看，等一下，我要干嘛？水盆，好像要插花是不是？看，等一下，插花。插花要什么？对，插灰，被粉红花瓣酸个，三个粉红花瓣啊，找一下。现在小孩好像听说蛮成熟的，对，真的很早熟。他们比我们以前那么那种单纯的年代，我们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说，男女之间的那种肢体碰撞是多么色情啊，多么情色，然后那时候，因为我是打篮球的，然后基本上比较懂的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友谊啊，就是那种激情。那时候我们没有叫激情，我们叫做好朋友啊，我们没有好基友，那时候没有好基友这个词。跟女生的互动呢，也就仅止于大概就是讲讲话、聊聊天，牵手就了不起，牵手他妈就跟兴奋的跟什么一样啊。我才不想去南投嘞，干南投每次都要淹水就麻烦。那边也可以睡觉、我要先找红色的花，红色的花在哪里啊？看一下。啊，在那边有。那个是吧？对，那个是。不会哦，可以哦。干，这不是红色的花、八七，等一下，不是，这不是红色的花，啊，红色的花在山顶的样子。干，等一下晚上了，而且我快饿死了，妈的，等一下我快饿死了，啊，晚上，不妙啊！我喜欢什么水果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我喜欢什么水果？我喜欢西瓜，喜欢那个香蕉，喜欢莲雾，喜欢那个什么感冒，豆沙，苹果，苹果我蛮喜欢吃的，芭乐也不错，基本上我水果都吃了，干怎么没有红色的花？我真的不是很想选什么南投的教育意义怎么挖哥的。再看看咩，我还不知道抽不抽得到，听说是 80% 可以抽到，没有粉红色的花，我要先回去了，没有粉红色的花，而且我快挂掉了，
同学，同学，很痛很痛。你听过红色的州吗？没有，我听过红色的夏亚。三倍速哦，干，等一下，弯到底的，啊，底下，阿拉伯罗，干，好吧，我们摩西造桥造过去啊，走开走开，可以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信仰之月。行的，嘿，啊干，啊没死没死，可以可以。有事去哪？今天刚好开人那个就顺便了，先睡觉一下。睡觉一下，对啊，你们会喜欢视讯的，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视讯的，因为其实我穿的不会很整齐，很什么个，平常玩 game 都穿比较邋遢，而且今天是特别因为实况，所以有开一点点冷气，你知道吗？开冷气我房间才不会那么热啊。如果说没有开冷气的时间，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开冷气的，然后没有开冷气，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大概都是，没有穿裤子，就太热了，然后没有穿裤子呢，开视讯镜头就不是很关雅，很雅观的、啊。所以说呢，你懂的。You know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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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哎，我要先吃东西啊，我快挂啦！柴火，柴火，快挂啦，快挂啦，快挂啦！哎，为什么没有柴火？有有有，柴火，柴火。等一下，快挂，快挂，快挂！柴火！做个东西，烤个香菇来吃吃。但我觉得缺乏一个帮我做香菇的人、欸，他自己做香菇。真的会有袭击怪物的地方哎、欸，大七。我怎么觉得开新地图好麻烦哦？要弄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。我柴火先放在这边啊，放在房间里面哎、欸。卧室先生煎柴火制作，先放在里面，先弄其他东西。我现在没找到粉红色的花、欸，粉红色的花在哪里啊？上面吗？往前走看看，空了才吃哦、喔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空了之后才开始掉血啊。其实没差，哎、欸，看怎么下雨了。跟今天天气一样，今天天气他妈也都在下雨。哎、欸，干！不要丢你哦！我操！很强哦！哎、欸，有人在丢手榴弹了。对啊，这第二张啦。重点是我要找粉红色的花，现在没找到。粉红色的花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哪有粉红色的花、啊？
找不到啊！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看到底下有没有？右下角？啊，左下角，左下角，看到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要死要死！啊，要死要死！你、欸、看，等一下。好了。晚安晚安。Good night。十点半就要睡觉了，好早、啊。十点半不是年轻人正要开始活跃的时候吗？十点半而已。但这红色的花在这个地图好少。他要盖的东西还真他妈真妈他妈稀有、欸。插花，宝香菇先拿出来，然后塞进去，宝绳塞进去，藤蔓、毒藻泥块，哦，先把它做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很帅的。只要把泥块放到一面，就变毒藻的泥块的那个。啊，干！开深夜台，你要多深夜？你的深夜是多深夜？一两点哦。个门嘛，等一下，根据我建筑系的一个这样高超的盖法，现在盖完了啊，教你怎么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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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盖错了。白痴哦、喔！看我入睡冲他小，阿呆哦、喔！你知道看台看到睡着，是那个实况组能力不足啊，代表他实况起来不有趣啊！啊，这个游戏呢，没有太多的死亡，然后要玩得很搞笑的话，我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厉害，你知道？看着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啊，看放错了，他是要放在上面哦、喔。把起一下。水盆放在这边，然后花盆放在上面，床塞在这里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完成。好了，病房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有人觉得人类终将灭亡，就算抵抗病痛也没有意义。罹患的民众不是肯相信自己是拥有与病痛搏斗的能力。干，古时候哪知道有这种东西？古时候患病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治疗啊，白痴。对啊，古时候只能放弃一切，等待死。嗯，好好好好。
好好，可以啦，圣女还可以啦，你看，修女系列，赶快推荐一下修女的本本啊，有没有比较适合的修女本本？太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好好。往西的地方看过一个生病的人士。好好好好好好。但真的是工具人。我需要一个大仓库啊，大仓库需要木材，但是我没有木材啊。木材要椰子原木。我去哪里找椰子原木啊？椰子原木在哪里啊？椰子原木，椰子原木，我要大仓库才行啊！啊，看来离下一步还蛮久的。重点是我一定要找椰子原木啊！啊，先往西就对了。在那里哦，太远了吧，大哥！干，快天黑了，算了算了。先睡觉再说。原子原木在可以飞的第一张地图。哦，还没到那边哦。算了，先睡先睡。你也忘了，其实修女的本本应该不多啦。我印象中也没看过几个修女本本。因为修女其实在日本人，那不是日本人那么喜欢的题材。通常只有游戏才出现而已。啊！啊！木头坏了！啊！坏掉了！等一下，我先回去做一把。没有木锤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HRPG， 我也有很多啊！我的硬碟里，我从国中就开始在玩啦。那时候我跟同学要了一大笔，欸，然后高中也跟另外一个同学要了一大笔，欸，在硬碟面大概占了五十几 G 吧，不知道几一堆游戏啊，但是呢都不能实况啊。干，粘土跟一般的土差在哪里啊？我觉得差不多啊。在那里是不是？那边有一个火，这个，哇，该死的，一脸傻样子，你叫诺林，反正我要死了就走吧，又过来啊，你快过来啊，哇，干，还超壮哎，单手抬病人哎，我丢你病人，我看把他丢出去，不能哎，啊，那我把他放到毒藻中看看，可以，你看。这样就变一个沉思了，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好了，把它捡起来了。
看啪啪猫又啪啪猫又不是那个十八禁的游戏，应该不说啊，它可以把十八禁的东西关掉啊，所以要玩这种东西就是要把十八禁的地方关掉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 ？You know？ 我觉得退群应该开一个十八禁啊，然后那个频道设一个限制啊，你就是要会员登录，然后会员要一个那个年龄验证，那你有通过那年龄验证之后，你确定你是18岁以上的观众，你就可以看那个频道的 H 的东西啊。我觉得是应该退群应该要增加这个东西啊，不然一些十八禁很经典的游戏都不能玩，你就可惜啊。先存档一下，然后呢，拿给他讲话。不对啊，我带回来了，我带回来了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，把他吊床上是不是？哦，有，把他吊床上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屁用啊。哦，放上床布，有。给我药草，不要，才不要给你。好了，还是给你好了，没有给你不能进行。啊，就是那个点点的地方要遮掉啊，就是或是说用黑画面处理，然后只有声音应该是没关系。干，都黑画面的游戏有什么好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有女的开到露三点就被编台了，你去斗鱼开就没差了啦。药草是吧？我带很多回来，那时候都想好了。药草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将改变图片的魔法图案，将这个图案变成枯萎草原的土，干白痴哦！我是要使用是不是？还是给他？使用的话就变成我啦，白痴哦！等一下。只要使用吗？它就会使用，是不是？看一下使用，欸、白痴哦、喔！使用是我自己用啊。交谈，有，我有啦。哎、欸，给你啊！起来！哦，这个修女很烦哎，走开！哎，药草，不能给他。看清楚点，什么？有啊，我做出来啦，药草有没有？有，这里有，有没有？突然亮了。不对啊，卡关了，在脸上按就可以了。按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干，卡关了，谁设计的、啊？等一下，我按哦，按你看，按使用哦，然后会变成我吃掉哦。哦，有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干，我只能说设计太烂了。
看，我真的觉得设计太烂了，这个 UI 设计的不好，哎、欸。南方三丘的药师肯洛瓦，南方三丘是吧？好，看又我去，这里啊、哦，南方三丘。感觉就不够啊，走过去好了。对，天要黑了，是还可以啦，我还有一个香菇可以吃啊，应该撑得住啊。冲啊！那个洞窟是不是？我看那个洞窟了。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房子可以用啊。我是我脑袋设计太烂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官方设计的太烂。用对话就好了，这边用什么使用？对话有这么难吗？对话，对话。有黄色的花都先采回去。这里好像有矿石哦，应该不是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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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用什么中继点，我就是要晚上冒险。工具人是没有时间休息的，晚上冒险才有在玩勇者斗恶龙的感觉。在这里啊，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个人？那就是 Q 啊，我要爬上去。走开，走开！来来来来来，医师医师，你是谁？没看过你，送了多少人走？医学真是没有用。我是什么人？我是神啊！什么？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创造师？哎呀，要你带来我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你回去吧。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做。干，你给我过来哦！所以他有墓志墓碑才要过去哦。然后他想起来怎么做墓志墓碑了啊？以木材制作简单的坟墓。干，要不把你火把拆回家？奇美拉哎、欸，哦，碎哦碎哦，真方便，还可以帮你回家哎、欸，碎啦，这边可以制作哎、欸，但不能制作墓碑，干，我要制作墓碑啊，哇，那我就飞回家了，这不就是墓碑吗？这不就是墓碑吗？看一下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有有有，我做了，我做了，我做了墓志墓碑墓碑，我好多墓碑，有啦，我做好了啦。有有有，我做了，我做了，再做一个。所以你这边要再盖一个墓碑哦、喔，可是我把你墓碑全部挖掉了、欸，好吧，再盖回去好了。他还要再一个墓碑了，干，好了，回家回家。
好了，再做一个墓碑而已。墓碑，墓碑，这个，这个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过去找他。哎呀，先做一个香菇，等一下。饿了，饿了，饿了。这四老头还有爆点，什么爆点？没关系，你不用雷我，等下就知道了。我刚才坐的路在哪里？哦，刚才好像没有坐路哦，我刚才好像走过去的。看，好暗哦！啊，超暗的！这地图怎么这么暗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要冒险一下。我看得到路，我看得到路，我有火把。火把！哦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。走开！你就是这样材料创造的墓碑，你真的是传说中创造师啊！来来来，跟我一起回去吧。人是不应该抵抗死亡的，我们应该要当作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坦然接受。想逃避死亡的就只有人类，不觉得这是不自量力又愚蠢的行为吗？怎么着？我今天去查那个本本，是有查到。好，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。建立的部落看看，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然后那就把你墓碑拆掉了。这墓碑应该有分数吧？我看一下，50分嘛，我这家拆完就有250分了。那么太聪明了。哎，干，他好像摔到了，没事。快点跑，快点！老头，跑快点！老头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然后我再把那个坟墓给他塞在医院里面，我就250分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250分，碎啦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种感觉就 NT 啊，不会啦。两个新人，
诺林。我以为生了病就死定了，其实我已经放弃什么时候死都不奇怪了。治病的美女有种和土里土气感觉的创造师，看，骂我土里土气是吧？啊啊啊啊！生命果实不错不错不错，先吃再说。你真的明白吗？与病痛搏斗就是比死亡更加难熬而且痛苦的。嗯，干，这家伙真的是北七耶！一下说那个抵抗病痛是违反大自然原则，然后一下说那好吧好，我在这边跟你一起制作药来对抗疾病吧。干，那是北七耶。合成罐啊，不，调和罐。我不用啊，真空修女我没兴趣啊。东方哦，好，哦好，那你呢？啊，跟我讲你要什么药材啊？药品的调和试是吧？啊，来来，地图给我，来看一下，很大吗？干，还蛮大的。那就盖旁边好了，那就把你盖在这里好了。那就盖这里。哎，盖错。对啊，生命果实其实就是可以当一个药水来吃，但是没差啦。看起来我像是会因为生命没有挂掉的人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的闪躲技术这么优秀。然后再给他一个地图，就把它盖这里吧。看一下后面杂草清掉。然后就盖这，好的。然后我看一下要什么东西，补罐子、柴火、木桌、调和门都是一个，罐子要两个，是不是啊？那这真的很智障的，很智障的房间。我真不知道要那个木桌冲到小，看一下哦，先盖。我现在好像土也不够了，他要几个土？他要48个土。48个土，去那边看一下，那边很多土。哇，这里面都是不好的土哎。哎，这好像是粘土哎，大哥，干不是土啊，是粘土。粘土跟土应该一样吧，应该可以用吧？看一下。如果不一样，我就没办法了，那就得去找地方其他土。粘土跟土是不是不同呢？我看看。如果要找土的话，只能去找绿色的，麻烦了。他是要土欸，我看一下粘土盖上去有没有反应，盖没有，不盖，那一定要土了，这个土，这个才是土啊。哎，这才是一般的土啊。
游戏中差一个字差蛮多的。哦，我觉得那个设计图只是拿来当做一个参考的话，我就还过得去啊，就不行。哎，等一下，盖错，是这个。然后剩下就是，哎，门调和罐，然后够三小，等一下，罐子两个嘛，好看一下罐子两个，香菇粘土粘土放进去，土留着，然后这两个都是土哦，奇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？那不是应该一起的吗？有啊，然后看一下，我想要再做个草席的样子，上面有办法做草席，可以耶，我要做两个好了。我要睡觉，那个人也要睡觉，都要睡觉，大家都要睡觉，我们把它打通铺好了，等一下。老头上了，干！我们把他打成通铺，就没有 NTR 的问题了，就变成3P 跟4P 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木桌。然后够啥？收纳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要两个啊，不，还有一个最屌的调和罐，土粘土加燃油，油都有都有。这他妈根本就是 Creator 嘛，这太神了这个。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罐子这个东西，然后好像一个火吧，好像一个火，柴火。啊，还有一个门啊，干，门。啊，还有两个罐子哦，不好意思，罐子。啊，好像不够了，好像燃油，去打一下。史莱姆，好，然后就可以盖了。罐子两个，再一个。怪物会在这边诞生，欸，太帅了吧！干，哦。哦，噔噔噔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锅子放在这里。哦，箱子放在这里。好，完成。然后他还爬起来吗？因为他不会爬起来。哎，你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赶快，快完成了，爬起来，爬起来，爬起来。哦哦。叫做乌鲁斯，我和徒弟乌鲁斯常年在研究蔓延这块土地上的疾病，研究并不成功，我的徒弟乌鲁斯则挂掉了。后来我就放弃研究，不再抵抗疾病。
好，嗯。然后呢？啊，狼呢？哦，北七什么都没讲，然后就睡觉。看，这是北七。毒病原体，巨大黏液怪，打倒气息在毒沼泽啊，在哪里啊？罗盘查看哦。好，有，我现在有两个目的地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需要带什么呢？先要带点食物，再加上就是食物了。我需要食物，荷包蛋、毛豆。我有15个毛豆，够吃了，够吃了，够吃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怒吃一波。哎，要死啊！在那边啊，好远哦，我先睡觉好了，看不到路啊。先睡了再说。哎，可是快天亮嘞，我觉得先睡有点可惜，算了，只用走的好了。我们用从上面走过去嘛，我想直接跨一个桥过去，真的大概要100个东西。那就来造桥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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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造桥造桥喽！7:15了哦，干，这游戏时间过很快。好，到了。哇，好远哦！啊，干，物体蛮难的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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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了满了满了！持有装备要丢一些掉、啊。等一下，在前方吧。看一下 ，Q 在这里啊 ，Q 在那边啊，两个，先前方，先去前面好了。我应该造个奇美拉之翼耶，不然要跑好远哦。我有点后悔了，是前面那个吗？就那里，对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，进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干，好大只哦！而且感觉喷过来，看我就知道。啊！哎！啊！好痛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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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哦，要打赢了。好了，拿到了。再去找那个人。哦，快！这个就有点远了。啊，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我找到了。Kokoda，每个都不行哎。凯西，可以做奇美拉之翼，但是我没有七连妈羽毛啊！干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看来是暂时不能做。他现在身上中毒了，有没有？不就不就不就。我的摩西大桥，好了，然后把它扔到病床上，然后毛，干为什么毛豆？你要毛豆干嘛？白痴哎！然后呢？你还要毛豆是不是？那我安静睡一晚。好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